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后，整体的农作物的这个保灌保水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它那个土质比起原先的这个农田的话土质比较好，整体作物生长这一块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对这个大型机械作业或者是这个小型机械也行这个作业也有一定的好处。